人讲你是针，我是线，咱两人夹着一支小雨伞。John 甲 Mary 两人伫八点进前，就来到府中的户政事务所。小对看了后，感觉要做伙一世人，就要开始计划未来的代志。两人未来若是会使住伫府中真好，邦桥车头生活方便，阁有妈祖做厝边甲咱保庇。西雅市甲百货公司，敢若咧行走卡咧。到底想要住伫倒位咧？是有电梯的老阿厝，或者是古锥的老社区？囡仔是要生几个咧？是两个，也是三个？运命真正是不可思议。简单一天的时间，小可无注意，就会使拄到一世人的幸福。府中是一个生活的好所在，府中双城，一日成家，现在才有起工来行。过来是府中新办特区的工商服务，成品书局，营营无代志就来写成品，那保养气质，那用落地啊保养出来舒适的生活。新办特区店、府中店，拢是在地的好厝边哦。邦桥车头，不管要去屏东、垦丁送一个，或者是去云林、西里买豆油，邦桥都是比台北车头更加近的第一站哦。为邦桥坐到高雄，只要一点钟过20分，紧佮舒适哦。